山财神庙新建大庙落成，依循古礼举办法会，将五路财神爷、弥勒佛、济公、禅师、千手观音等众神，在隆重鼓乐和鞭炮声中安座完成。上千位民众参加开启新大庙门活动，现场挤得水泄不通。那金山财神庙长期队伍办理哈，将我们的弱势低收入户，还有我们学校哈，都有奖助学金。那我想，这个是我们北海岸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宗教的寺庙。那如果落成以后会对北海岸的一个宗教观光哈，带来一个很正面的效益。我们非常乐观其成。对，这个九十二年哦，开始了，到九十八年开始的，我这个进呢，信徒已经是有了十几万人啊。啊，阮这信徒大家讲啊，但是也甲咱帮忙这些必定祝福这么多哦，所以阮感谢财神爷灵感，所以总建议要起一个神庙，啊，到今仔日吼。香客来到大殿前向五路财神参拜，迎接新的一年到来，许多人都会来借发财金。前年来借300，去年有借过吗？有、很灵验吗？灵验。然后就觉得拜了神以后觉得比较安心，比较心情平稳，然后就可以今天就是想说年底之前要再来拜一次，求一下财气这样子。一般香客不管到任何一间庙宇，记得都要先跟主人去见礼问安，像我们的主神就是五路财神，所以我们就是要先跟财神爷禀告我们是谁，我们的来意、基本资料，以后跟他见礼问安以后，所有的香插完以后，再针对这间庙有什么特色可以祈求的，像我们庙是有三宝，有财宝袋，有二楼的文武财气，还有我们的最著名的财神银行有发财金可以借贷，就靠执杯。如果你知道有，不管是100、200、300，我们这边都会可以借。当然也有香客是借不到的，可能是这一阵子你的时运气比较不好，我们过了一阵子再来借，一定是可以借得到的。新的一年到来，求财求事业，从除夕到初五，欢迎民众来走村拜拜。记者黄少明，新北市报道。